今天呢，我带着这两个人呢去一趟苹果店去拿一些东西，就是拿那个 iPad 第六代。因为为什么要买这个呢？到时候和你讲吧。好麻烦啊，算了，一屁股那么长。规范上车，我们走了。刚刚呢在那边见到我那个朋友，是那个乌克兰人，他一直抓着我说啊，有什么生意可以做，什么生意可以做。其实呢，以前我和他们合作了一些那种衣服的东西，后来他就说现在呢我有那个烟草要不要做，我说这个不要了，这个不要了。哦，当时是合法的哈。你看他们今天在晒晒太阳，带他们也不错。我拿到我的 iPad 6， 是第六代吧，这个颜色是灰色的。我等不及了，要开一下。要不我们开一下。哇哇，回到来了。这呢就是这个灰色的，银灰色的iPad 第六代。我们现在就拆开看一下。后面呢是 128G， 之后我买了一个 Apple Care， 因为有小孩子。哦，是我为什么要买这个iPad 第六代呢？是因为 Griffin 妹妹，因为她长大了，她现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在家里要抢着用手提电脑，很容易坏，那个手提电脑挺贵的，给她抢。因为上一次我有一本 MacBook Pro 呢，给她倒水进去就烂了，所以我下定决心买一个 iPad 6。因为妈妈也很喜欢 iPad， 以前我们也买过一台 iPad 1， 一直到第六代之后就没有买过了，就买这个第二次买 iPad。 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把它开了一下，在这边开，这个纸就扔了。 OK， 打开里面看看。 OK， 黑色的是这样。等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就是一般的苹果店里面的东西都有，就是这个 Buy for the California， 就是插头，一个这样的插头，还有一个英式的插头。 OK focus， 之后呢就有一数据线。 OK， 还有一个给你看一下，它有写的Griffin 和妹妹的名字的，不知道你能看得见吗？看得见，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OK， 看得见吗？有嘞，有 Griffin Greenies 撕膜。好爽啊。说实话它比以前的那些厚了一点，好像是，我也不知道。它这里好很多，比前几代它这个摄像头是平的，不会刮花。不错，整体手感还不错。我先开一下机先。对啊，我不是什么科技达人啊，所以说我只是一个我买来就是 share 给大家看一下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日常 vlog 的开箱而已。如果你想分享什么学的什么科技达人的评测啊，各类啊，你不应该找我，应该找一些科技达人的 up 主。Hello， 有一个 hello 英文的 bonjour， 我 set up 一下先。嘟嘟嘟，刚才呢花了几分钟来 set up 一下我的新的 iPad。就是上手感的感觉呢还是蛮棒的，我觉得，因为可能也太久没用 iPad 的原因吧，现在还觉得不错，就是整体效果觉得很舒服。因为最主要不是那么大，如果太大的话带去旅行啊太不方便，这个 9.7 寸的话刚刚好，就是可以塞到包包里面，加一台笔记本电脑，还有加这个是非常完美的。最主要的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可以给 Griffin 他们看，吃饭的时候不要周围的跑。现在看上去呢是真的蛮棒的，我觉得就是这样，看上去蛮棒的。看看这个摄像头，好像摄像头没有太大厉害，但是有谁会用 iPad 来拍照，对不对？摄像头还 OK 啊，就是你来看，对不对？OK 啊，这个是前摄像头，后边的是应该是这样，看到吗？OK， 我觉得还蛮棒的，这个
就是都够用就行了，因为最主要是我觉得适合family 家庭或者一般 business 啊，或者一些基本上班族都够用了，不用买到iPad Pro， iPad Pro 太贵了，真的是差两倍的价钱啊。我这个是 128G， 加起来是408磅，但是呢我买了一个 Apple Care， 总共加起来是478。我觉得还不错，还有两年的 warranty 嘛，就是保修嘛。 OK， 今天呢我的 iPad 就介绍到这里了，我等一下还要带他们去吃饭。 OK， Let's go。 你觉得怎么样？ OK 吗？我也觉得 OK。 好吧，我带他去吃饭，之后呢去喝点咖啡，之后再说，走吧。What's up， 我们来到了 Nando's。 妹妹，我们吃午饭。什么？妹妹在这里啊。 Griffin 你也在这里啊。我刚去点菜了，这两个 orange juice， 一个coke， 还有一半的鸡，还有那个 Gary Bread， 还有薯条，还有一条，还有长长的那个叫什么，那个鸡胸肉给贵粉，他们两个 share， 我就吃一个 set， 他也吃一个 set。 OK， 没有啊，我先喂他们吃喝点东西先，因为他们太饿了，刚才在那里玩了太久了。 OK怎么觉得这个 video OK 吧？我当时呢买了一个这个给贵粉和妹妹，因为她经常画我的墙，所以我索性买一个大大的纸张就可以涂改的，她就可以画在地下铺着，这样就完成，不用老是画我的墙了。 OK， 如果喜欢这个 video 的话呢，那记得点个赞或分享一下，记得订阅我们哦。那我们就下个星期见。又下个星期我们去第二个动物公园还是主题乐园，这个我也搞不清楚，他妈妈设计的。来，贵粉 say bye bye。 You see? You get it? Yeah. 哦，又拿上来给你们看。 What's up? Bye bye.